我们在这个怎么位置呢？怎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以前是学校的校长宿舍。哦。Ang nakikita niyo po ngayon ay ang mga exhibit at gawa ng mga nanay, mga lola, mga auntie, meron ding mga lolo or mga tito at tita. Yan po yung advantage dito kasi marami yung mga nanay na ayaw nilang maging full-time mommy since natatakot po sila na after a few years, wala na po silang alam kundi yung mga gawaing bahay. Pero dito sa Taiwan, meron silang pinupush na mga crash courses para sa mga nanay at pwede din mga lolo at lola. So meron silang iba't ibang kurso na pwede mong pagkaabalahan at pwedeng gawing libangan, and at the same time kung magaling talaga, so you can earn from it. So, hello, Piotai! Taja hao! 今天呢，我就是有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今天就刚好有遇到我们的很厉害、好棒的主任詹先生。大家好，也可以叫詹老师吗？对，也可以。好，那老师可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文化国小的辅导主任，我姓詹，叫做曾世伟。主任，因为我很好奇，我也是这边的学生，然后是第一次有试试看这边的课程，然后刚好 this year 去年吗？对，也有跟大家一起拍，在后面看到，你看都是拍的东西哦，都是学生们做的东西哦。今年的课程其实非常多，从静态的、动态的其实都有。那我们有所谓的金属线编织，然后有手工皂，然后以及我们像有一些的剪纸，就是所谓的巧手传艺的课程，对，那也有一些花艺课程，那甚至呢有一些更静态的像书法啦以及篆刻的课程内容。那像在动态的部分，我们也有所谓的律动课，然后也有有氧舞蹈的课程这样子，那甚至还有我们的击鼓。哦，对，真的很漂亮，真的，对，好棒哎。那还有一些烘焙的课程，烘焙的课程，例如说像面包的制作啊，然后也有这个所谓的越南美食，一些我们新住民特产，对，新住民特产的一些料理都有。哦，所以其实课程内容是非常多元的。那让我想到，为什么你们有做这个课程啊？其实现在就是教育部从1999年开始，他就推动所谓的社区教育。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呢，其实是我们以前学校的校长宿舍。那但是现在校长其实都没有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空间变成闲置不用，那有点可惜。所以呢，我们就跟教育部申请一个所谓社区多功能中心。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开课程，让社区的民众、家长可以一起来共同学习。所以多久时间了？今年是第八年。第八年，哇，恭喜哦！八年很久时间嘞。那让我想到，八年内你们怎么找到老师呢？其实老师的部分，第一个，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教育界，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课程是学生有的，然后我们延续让家长这边来做学习。那有一些的老师师资来源是家长介绍的。对，那也有我们的志工本身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专长，那我们请他来这边做开课这样。其实我们付了一点点的钱，然后都是学校补助给我们。对，谢谢主任。为什么呢？对，这个费用其实就是教育局他教育部他们在推动，就是说其实非常多的学习，我们其实一直在推动所谓的终身学习。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对，但是其实很多的，尤其是我们的家庭主妇，她当时生小孩完之后，其实她都为了照顾小孩子，但是当小孩进到国小里面之后，她发现其实她的时间变多了，但是她不知道该从哪个地方去踏出来。对，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些家长们可以有重新学习的一个环境这样。你刚刚讲到重点了，主任，就是很多妈妈们，像我是家庭主妇，然后我也觉得应该要学新的东西。那这个会帮助到你怎么鼓励他们来上课呢？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口耳相传，然后一个邀一个，所以我都会希望我们的一些志工朋友、家长，然后可以帮我们多鼓励一些人，邀请一些人来参加，因为我觉得这个资源就是要让更多人一起来享受。如果他们想知道课程呢，有什么方法知道呢？课程的部分，我们一学一年会开两次，一次都在9月底。九月底，然后一次会在、对，一次会在三月中。And March， 那他们哪里找得到？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在文化国小、那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知道有开幕啦、有课程啊什么？哦，可以到有网路吗？对，可以到文化国小的网站，我们都会把相关的信息放在上面。如果他们不是住淡水怎么办？这部分其实就是他们可以集中一些课程，例如说，例如说我们可能有些半天是两堂课的，他可以一次来就上完两堂课再离开，这样才不会因为路途上太遥远过于往返这样子。过了那个课程一定要拍东西，为什么？这个学习成果展，第一个就是让学员去展现他们在这个学习历程当中一个成果。对，那其实跟大家的分享。第二个就是说，让其他民众来参观之后，哎，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么好的课程。那他们其实也会引起他们下次参加的一个意愿。像我们今天这一次这个所谓的花卉课程，其实他是第一次开课，那有的不知道他在上什么，但是他今天来参观了之后，哇，他们就已经在预约要报名。这个下次的开课，他们也想要来参加这样子的课。哇，真的好棒的课程哦！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对不对，主任？欢迎你们，主任，谢谢你啊！谢谢，拜拜。啊，明年见嘛。OK，明年见。Sigurado po na natuwa kayo sa mga nakikita niya mga products. So, hopefully, mas marami pa mga ganitong projects sa lahat po dito sa Taiwan na nais mag-avail ng mga courses na to. And if you wanna know more about these classes, you can contact your elementary schools, your teachers, or even the school principal. So, you will know na kung ano yung mga available na class na pwede mong gawin habang naghihintay ka sa uwian ng anak mo, o di kaya when you wanted to learn more as a retired lolo o lola, para naman mas masaya yung bawat araw mo. At hindi ka lang matututo ng bagong bagay, marami ka pang mamimit na bagong mga kaibigan. This is Jen again from Hello Filipina.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